四月十一日晚，红粉佳人 Cindy Pink 微信群主办，美国国田房地产集团、美国美中交流促进会、美国新时代卫视协办的红粉佳人 Cindy Pink 旗袍佳丽和网络评选最佳母亲的新闻发布会，在美国 FKC 国际有限公司隆重举行，与会嘉宾达一百多人，多家电视及网络媒体采访报道了本次活动。主办方表示，我们透过这个活动让更多的人热爱旗袍，了解旗袍，让旗袍的文化在主流社会里面能够得到更大的影响力。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纽约时尚杂志上的邀请我们旗袍派摄十二佳丽和母亲节网络的评选。本次旗袍佳丽和网络评选最佳母亲活动是应纽约时尚杂志上的邀请，有红粉佳人 Cindy Pink 国际传媒在 LA 地区评选十二名旗袍佳丽，拍摄了一组旗袍主题照片，将刊登在纽约上杂志的五月号，把这些精美的旗袍和世界顶级名牌融汇在一起，向美国主流社会宣传中国旗袍传统服饰，弘扬中国古老璀璨的文化艺术。作为媒体协办方，本台王连总裁表示，祝贺我们天下的母亲们在这个时候幸福健康平安。那这个微信群呢，红粉佳人是我看着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他们想把这个微信群呢做成一个事业，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份事业里边有着爱有着对这个所有女性的这种尊敬和对母亲的爱。本次活动正值母亲节前，纽约上传媒集团携手红粉佳人 Cindy Pink 国际传媒等多家公司举办母亲节献给妈妈的特别礼物大型网络评选活动，借此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西方传统节日里增添浓浓的中国元素。发布晚会上展示了十二位红粉佳人旗袍佳丽的照片，他们是来自洛杉矶各行各业的杰出的女性，虽风华已去，但风韵依旧，共推荐了三十多位参加网络评选的母亲。新时代卫视记者唐李振、马荣桥，工业时报道。